艾里士，今天是我们二八娱乐公司的一个很重大的期中考。 Oh my god！ 待会呢就要来验验看这一批的练习生到底成果如何。 没错，我跟你们讲哦，因为这一次的期中考呢， <Yeah. S 1> 应该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一次，没错，因为我们今天有天王的来袭，真的是大天王，就是出来好像啊，重等级，对，所以呢，我们直接来看看第一组要验收的练习生，欢迎夏普阳、蓝弟、曹佳琪，欢迎三位第一组练习生。好。 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Phoenix的曹佳琪，我是 Phoenix 的普阳，我是 Vera 的蓝弟。欢迎，有没有一个团名？是不是？因为Phoenix是一个临时组合嘛，有取一个团名吗？没有，没有，没有，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是这三位一起组合？对，好像就刚好发现，通告发现，没有什么原因，没有发现。可你们不会想说，他要跟他跳？ 我觉得他，会有一个一条很老师的，会不会？通常都会担心夏普阳的脚会不会出事情。蓝弟，你有在担心谁吗？当初就是想，这三个，我觉得大家都跳很厉害，真的比较担心的是他这一只脚，他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装支架，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装支架？没有，就是他还接通告，没有，就是有可能这一年都以先以就是支架的脚，护膝为主啊，真的有好好可以休息的时间才去补人工韧带这样。那你也太硬接这个通告了吧？没关系，今天你可以在家好好休息。对，你 OK 吗？你 OK 吗？ OK，OK，OK，OK。你在练习有？可以，他可以小，那其实有护膝帮忙保护住，其实是还 OK 啊，你拉一点脚起来，它是这样整个铁架的，你拉一点脚起来，它是整个铁架。哇，哇塞，哎，这样子，你有没有因为他的脚的状况去调整一下一些动作或什么之类？你们其实不是我们，我自己会偷偷微调，就是可能重心放左边比较多这样。哦，就是会跳的人会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我要教你们，如果等一下天王的频率不够好。 把脚翻出来，就没有，因为我这边有指甲，对，这个OK，会，有信心，有信心。对，刚刚也讲到他们今天是舞蹈组的部分，要不要透露一下今天待会会带来什么表演？其实我们想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格，但我们这次还想要用 old school 的方式来呈现，就是原创，对，很骚，就有一种就是从。 基础开始的感觉，因为这种是练，对，平常是练习。阿北，让我们把翻出来给他。你说这两首歌都在哪？两首歌都在。我能用手，先我先。哎，又来了！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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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卡比跟阿福，欢迎两位。哇哇哇哇哇！怎么两位的步伐是不是稍慢了一点？很不同。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谁先？你先啊。大家好，阿福。哎呦，大家好，我是小卡比。哎，两位衣服有讲好同一个颜色哎。对，没有，我就是他今天带很多衣服给。对啊，阿坚看，哎，阿福这一套，阿宝你这一套，因为他就是个妈宝，是某方面来讲是没错啊，真的假的？对。对，那你妈有允许你烫这样头？对啊，没有，这件事情是我唯一的坚持。OK， 两位的 flow 很废啊。今天是要负责饶舌的表演，对不对？是饶舌吗？不然你们叫吗？是唱跳。今天是这个围绕。反正要看嘛，是吗？对不对？我们要透露一下表演嘛。不是按普通老师的位置，活力有活力，这样写。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们知道 ？Party Boy 知道。刀，哎。啊！不梗啦 ！Party Boy 知道。撑一撑腰啦。好啦，好啦。请期待，深深请期待，请期待。你跟 rapper 讲叠字啊？对，因为叠字不都是这样叠？好啦，那我们就期期待你们的表演喽。一定要，没问题啊。我们先卖个关子，好不好？对，等一下大家都知道。好 ，OK， 谢谢两位先入，谢谢你，拜拜。好烦哦，烦烦死哎，烦烦死。OK， 好的，接下来这个 flow 会应该会比较正常一点。好的，为什么不正常？欢迎林平安公演秀，欢迎。你怎么开我啊？不是，我做偏要不正常。好，来来来，欢迎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谁先？没默契先。大家好，我是公演修，我在这个公司底下做练习生，做了第五年了。好完整的人设，好完整的人设。每一次都每一次都死不出大爱在里面。对，那你呢？大家好，我是林廷翰。好，欢迎两位。好，这个空拍。两位就是今天的服装非常的正式。对，因为我们今天要唱的歌也很隆重感。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唱抒情歌，就军歌吗？还是什么？我们要唱抒情歌，然后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要穿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要穿他这套是衣服，好，那我陪你搭。哦，所以这套是你原本接好表演的时候就已经想我要穿这套了。OK， 对，正式的面对了解，其实蛮期待他们两个的表现的。那先欢迎两位入座喽，谢谢，期待你们的表演。来，请到后面哦。好的，因为我们刚刚都已经铺得很满了，今天的这个天王就是我们一出场就会哇的这一种 ，Oh my god， 规格的，到底是谁？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客座讲师罗志祥。票的数，票的数，我刚刚在后面，哇，好怀念哦，而且晋级了耶，晋级了，我们那个桶子也变了，不断的改吧，我们连后面都晋级了，我们现在还戴面具耶，还戴面具，面具这样子遮脸，好看，对呀，我的妈呀，我现在下来玩一场，我不要，我现在拉桶塞在吗？三个人玩是吧？一狼一米一神，好，直接结束游戏结束，对啊，就不用比了，你们准备那些东西不要表演了，直接狼人杀好了，太烦。太快了！好了，小树哥真的正式在跟大家打招呼。哎，大家好，好久不见，罗志祥。欢迎小树。好怀念你。对，好怀念你。刚刚一走出来那个看穿墙，我们就马上了解。对，真的。看到是不是太新？然后不知道怎么接什么东西。对啊。你紧张啊？那我们现在是看穿墙，你们知道后面要接什么吗？什么？要接。你们那时候有在看百分百的狼人杀吗？有，可是我是罗吉强、罗志祥。有两个，有两个。好，那看穿墙要接什么？罗吉祥比较红哦，对了，有可能因为你有两个嘛，对，有两个有两线的那种，是是是，都红，都红，谢谢，好吗？两位，很好啊，可以慢嘞，我都在，其实真的吗？在哪里？秀，好像那可不可以贴主任的照片放在那个？我估算时间好像差不多要换棚了，要换棚了吗？对，要换景了，这个蛮久了，真的吗？都没变呢，没变啊，其实蛮久了，蛮久了，后面有 upgrade， 这个是新的，他们差不多几年会换一次啊，对不对？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小这个没有被小这个变掉，明天要换的，我的高帽。好了，这次小猪哥回来是因为有那个重要的演唱会要来宣传，对，演唱会跟单曲。是的，因为你这次演唱会选择在你的那个生日的，因为有两天嘛，7月29、30，然后选择在生日那天接连要带给粉丝很多很多的表演。那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这次会带给大家什么惊喜？哦，这一次是加码的演出啊，就是有加羊跟马，然后你说咋的啦？加码的演出，加码的。就是羊跟马，因为上一次的演唱会，我的舞台是零特效，零特效，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舞台的设计，就纯自己个人魅力，纯就是表演，纯感染力这样子，唱歌，对，以那个最纯粹的自己为主，是，然后在这一次整个升级，哦，我光那个舞台都花了1000多万哦，哇，就是整个硬体，然后软体跟你所有看到的视觉。会变得很不一样，然后衣服全改。那舞台这个1000多万可以透露有什么？到现场看哦，然后歌全部都是唱别人的歌。大翻唱，
大班长，然后就是真的是改了很多歌，然后有一些慢歌是观众票选出我的慢歌的前几名，哦，就是直接唱你大家想要听的这样子。对，所以有可能是之前演唱会没有唱过的歌，很久没唱过的，就是我前几天练团，有些歌真的是会愣住那种的，就想说哎，这怎么唱都忘记了，自己都快忘记了。一定会有的吧，一定会有的，你们对啊，专辑一定有些歌是根本你只录音唱过一次，然后也没什么表演，没再唱了。对，但是有些那种铁粉歌迷就很喜欢听那种冷门歌，对，就是根本没有 MV 的。可是那个投票是你要买完票之后才能够去投票，你要听什么歌？你没买票，你都你投歌这样很奇怪。这合理，这合理啊！我买票，我想听什么歌，我要选。所以他们当那首歌第一名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吓一跳。想说那一起去屌，我以为是爱转角是永远的第一名，结果第一名是不，我不能说啊。但这个第一名是之前演唱会有唱过的，有唱过，但莫名其妙就嘣一个，就他整个就冲出，他的票数比爱转角多2000多票。好好奇哦，那不能透露，你们真的要去看？我真的傻眼，我真的傻眼，我真的傻眼。大家真的要去看演唱会，好吗？对，那因为刚好提到新的单曲嘛，那因为这是主瑞也自己参与填词，对，有没有最困难的地方？英文的部分。哦，填你填英文真的假的？我吓到了，不是我填的哦，就是英文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词英文的部分是交给别人去控制，因为有些用中文去诠释会有点怪嘛，是，因为用英文去。讲会比较会比较自然一点，顺过去，对，比方说所向无敌就有点怪，对，有点你可能就要改一些英文的歌词，对，所向无敌，什么所向无敌，你不觉得有啊？以前很多歌手会长这样，所向无敌，当很奇怪啊，对，然后就觉得哇，有点尬。四大天王以前有唱过类似这样的歌曲，对，歌曲。那有没有这首歌大概会在什么时间会推出啊？7月4号，我确定了，确定了。OK，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小猪哥回来，期待现场有很多的这个演艺圈的新人小弟弟们要来带给你致敬的表演。不要这么说，我今天也是来选人的嘛，对不对？你要选人吗？我今天是那个飞行导师啊，对，飞行导师真的要签也 OK。对，我要了解一下，就是小朋友的实力在哪里。所以大家今天要把握机会，说不定有可能会被签走哦，对不对？真的，真的。好，那我们就先请小猪哥入座，谢谢。OK， 首先第一组马上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些震撼的，没错，直接是舞蹈组了，就是我们的夏普阳、曹佳琪、蓝蒂要表演歌曲《Show Time》加上《Trap Game》，欢迎。怎么样？
很喘吗？有一点，蛮喘。哎，你喘，你喘。哎，但我不得不说，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看曹佳琪跳舞。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她的舞感我很喜欢。你很喜欢？对。哎，被她大称赞。哎，因为我私下跟她告白很多次。我说我想要方式靠舞蹈。现在有点敏感。来找舞蹈告白。我一直说什么？哎，你跳舞真的很好看呢。了解了解。哎，你都怎么回答？我说你也是啊。敷衍了吧？没有，就私底下会讨论，讨论舞蹈这样子。但蓝蒂就是舞蹈担当嘛，是是是。那濮阳呢？濮阳就是我很怕脚断掉。是，我刚刚在看的时候，我真的一直想问你的脚，因为他跳得很大。对啊，那这样子的话，有看出破绽吗？没有。我先跟主任报告，因为他的脚是装支架，来装支架，就是他现在脚是受伤的，对啊，所以刚。所以他刚刚我以为你是讲那个，不是，另外可以猜猜的，那也太厉害了吧！我以为我不是，我刚刚没有反应过来，对不起。对对对，他脚受伤了。对对对。所以刚才跳成这样子，你们这支舞练了多久的时间？大概三次。就因为我们这阵子的工作比较忙，再加上我们其实没有没有宣传，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同团的，所以动那个有时候时间比较难抢。对，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练晚上到凌晨。就是赶快有时间，我们就会直接排练。我们的舞王要给你们点评了，来，压力来，主任好，主任好，对对对，谢谢谢谢。但我比较好奇，怎么会拿《Show Time》这么久以前的歌来作为第一首？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是你的大粉丝 ，OK，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说，我们想要一个特别的，有没有推荐的歌曲？嗯，推荐了这两首歌给你。哦，对，明白明白。而且蛮好的，就他结合了一些我的元素，又保留我的元素，又加上他们心理元素在里头，对，我觉得蛮酷的。而且每一个都有自己展现自己的地方，我觉得蛮好的。第一名了，第一名，第一名，还有第一名了，梅竹第一名了，梅竹第一是，哎，但评价很好哎，对啊，评价很高啊，因为在小猪哥面前跳应该是压力蛮大的，再大的，真的会很大。哎，其实题外话，我以前有在小猪哥面前跳过，哪在哪里？因为我以前是你的 dancer， 真的假的？你以前不是那个 no joke 吧？哦，你说红白的时候，对不对？你有点一个一个出来跳的。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每次舞者也是跟我也是，就是我们在排练完了一个部分之后，可能有一场很重要的场合要表演，那我会说你们都熟了吗？每个人都熟了，好，一个一个跳，重考这样子。那我一个一个跳，真的跳错你会换掉吗？没有没有换，就换你要去旁边休息，要等最后一个。你跳完才能够收工啊！哦，压力好大，很认真，很严格，很认。你有被定过吗？那你第一次还好哎，我分数对对对对对，蛮高的，蛮高。没有，我们还有打分数啊，很多有有有有。哦，有不及格来讲，有及格的是谁？结束再跟你说，结束再跟你说，结束再跟你说。不认识的，哇，好恐怖！不知道蓝蒂这么资深呢？没有啦，没有资深啦，蓝蒂真的蛮资深。好啦，三位的表演非常精彩，谢谢三位，谢谢，你先回座。OK， 刚刚是舞蹈组的表演，接下来这一组就是我自己也蛮期待。因为我觉得他们刚的 flow 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对，而且他一直卖关子，不告诉我们内容是什么。欢迎小卡比跟阿夫带来的表演，撑腰。我好喜欢你们的表演，我从那还变阿夫的粉丝。Oh my god！ 好，小卡比直接干掉。谢谢谢谢。没事，也是我小卡比粉丝，好不好？粉丝嘛。好，这次是第三次来，第三次来，一次来每一次都比上次更进步，很棒，有一步一步。希望你下次继续来。好，没问题，搞定。搞定什么？对，但是我想问一下阿夫，因为阿夫在刚整个唱歌的过程当中，完全是闭眼睛唱，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我如果看的话，我会分心，我会听不到自己在唱的。所以你以往唱歌都是这样唱的吗？真的？你唱 rap 也是都是这样 rap？ 真的？啊！眼睛越小，声音越大。网络上很多影片啊，你找没？你看我有张开眼睛，你看我张开眼睛，那就没有那么好听。哦，真的假的？讲这个差别？不一定，我只是随便讲。到底想怎样？到底想怎样？他唱歌会完全变一个人。对，那个他整个进入融入他的状态里面，没有错。就他一唱歌，速度就变很慢。对，对没？
大家都是人嘛，什么意思？我觉得以后可以多发他，我就觉得他好荒谬，他好荒谬。这个表演准备多久？蛮久，我们那时候我们不要讲，讨论不要讲太久，为什么？因为其他组表演的很好，然后准备的时间比我们短。那是他们是吗？我们自己没有天分，我们准备比较久。对，我们就老实讲，对不对？我们准备的时候，我们花了两个小时，然后后来又在练，后来又在约一天，我们来练习这样。哎，你知道吗？那两个小时又在花两，有一个半小时在等他的回应。我那时候已经，我那时候到了，然后跟我讲说，哦，要练习，要练习。因为我以前在送，所以现在要一直叫，要把他叫回来，叫回本，叫回来是什么？你现在送。我不要钱啊！以前吗？缺钱没？哪一曲？其实我在台北比较多，文山啊，尤其是你知道延吉街那边。延吉街，没叫到，没叫到你啊！战区了哈，我就住那里，没叫过你。那时候用化名啊？你以为真的是在外送？你可以叫我。你想要拿？我想拿。没有，你不等 Uber E 的时候也可以练啊。对，没有，我们有练，我们真的有练，有练。然后后来有是想说要改啊，或者是要改怎么样？但后来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哎，他原版写的就真的很好，对，真的是太好。我怕改太多啊，我那边秀一些很快快嘴，我没人被看了。对了，可是你还是有改啊，小改一些啊，就是稍微有改变，不要全 cover， 对，比较好交代嘛。OK OK， 没有，主要就是。主要是在娱乐百分百唱撑腰，这真的是很酷的一件事，梦想真的。我们是过来帮大家过过干瘾的，对，是，好吧。今天来帮大家撑腰的，好的，来分享一下，我问一下小猪哥的感觉怎么样？他们在后台，刚刚在后面，我就觉得他们两个是跟其他人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对，他们的对话或者是刚刚访谈的内容。我觉得就很明显，我就直接问了阿夫，你是不是有原住民的血统吗？有一半，有一半，半客家人，半阿美族。太细，你跟我分享太细了。所以我讲，所以对啊，你本来讲什么？所以我喜欢喝酒，但我更喜欢喝免钱的酒。他喜欢免钱的酒。那这样还有一点客家人这样。对啊，对对对，没有一点，就是各半，有各半，各半，有时候可付，有时候要喝免费的。对对对对对，好，小猪哥继续讲，继续。我他们讲话蛮有魔力的呢。对啊，所以想要听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听他怎么讲完。所以你以前真的是外送员？我以前真的是原住民，没有错。外送员，外送员，外送员啦！是不是以前真的是以前不是原住民，现在是原住民的？基因转变，三十岁变原住民，是就是啊。所以我刚刚那样算原唱还是翻唱？不是，他在问你以前是不是外送员？我又忘了，对，我以前是啊。哎，所以你们的专长是快嘴，我们专长是写歌。没有，没有，快嘴算是一个技术。是是，对，原本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会写一些 punch line， 老师是听 punch line 嘛？是是，换听你在那边练筋啊。哦，对，没有错，没有错。兄弟啊，开始讲。所以你们是适合 freestyle 的选手还是？我们写歌，他是比较会 freestyle 哦，因为有分的 cue 是 freestyle 的话，可能跳舞比较厉害哦。哦，哇哦 ，OK， 耶，你自己这样是啊？不知可什么呀？你们俩自己主持？对。小卡比，你们觉得有点像以前百分百还找来魔术师？有一个魔术师有没有？怎样？一直表演的不好的魔术师。你说很冷的那个吗？对对，你是戴个墨镜吗？烂魔术，烂魔术。对，你记不记得？是你爸。好，看回放，你回去，你回去搜寻一下。你有魔术是不是？表演一个，表演一个。哇，好，会生气，这个会生气，这个会生气吗？这个会生气。好，那算了。好啦，好不好？我要自己变下台好了。好啦，来，一二三。哎，帮我卡接，帮我卡接。哎，可以不要卡吗？这样，第一名了，第一名了，也是第一名了。精彩啦！对啦，谢谢两位的表演，太入迷了，太入迷。对对对，好，可以回座了。请下台，谢谢。对对，请下。太辣，好烦啊！哎呦，因为我们现在情绪整个很高涨，然后下面两位呢又要带抒情歌，好挑。但是呢，相信他们一定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没错没错，上欢迎林庭岸、龚彦秀带来的主曲表演。就是你。
像两首节拍不同的歌，却又同时被爱情合奏，旋律勉强着，越快不能够假装快乐，你心中有宽阔的天空，但空气好稀薄，曾经以为等待会改变什么，你总会属于我，但是最后时间证明了，你只喜欢我，爱是不可数的吗，为何我还相信最后眼泪拼命飙，你的离开失去多少我计算不了，忙完了一天，突然觉得又何必辛劳，对谁炫耀，我梦里唱完这歌，忘了破音没有，你心里触动下一首已经不是我，我努力唱到嘶吼，我不怕剩我一个，只要你能记得这首歌给我最爱的。行耶，你们现在穿西装，对啊，没有，因为刚刚在看的过程当中，有一种 BL 感。BL 对对，因为刚刚你要最后要唱 ending 的时候，你要走过去的时候，我整个笑出来，因为你我以为你要坐在他旁边，然后抬头看到他，想到什么 ending 啊？就没有，我误会，我大误会。但是刚刚真的很像在听那种颁奖典礼的那种，对啊，经典组曲的感觉。很少看他们那么认真。对呀，谢谢谢谢。你们准备了多久？要两三天吗？如果真的很练的话，就因为我两次练，两次练，对，然后第一次在休息室就先讨论歌要怎么弄，啊，对，然后当天晚上他就把歌弄好了，哦，这么迅速，厉害，他把那个和弦，这通告也抓得蛮干。所以是谁想要把哪些歌曲这样排列组合？这个可以接这个，那个可以接这个，这样子。是谁？其实大部分是他想，可是我就开了几首歌，然后从里面淘汰，然后什么什么。就是想说，因为他比较懂那个和弦，可以接在一起。哦，刚好哪一首歌的和弦到哪边可以？哦，很厉害。就是研究一下它的速度不要差太多，然后 key 不要差太多，就可以把它拼在一起。那我们要听一下我们的原唱，怎么讲？主任，压力来了。我叫小柱，不叫原唱。这一唱，我觉得他歌跟歌之间接得很给别人有惊喜感。嗯，就是我以为还没有到要转的地方的时候，他却转了。嗯，然后我就觉得他每一个歌的，因为我的演唱会的慢歌也是用主曲的方式去呈现，但他给我了很多有新的灵感。哦，就我觉得蛮好的，有一些歌接得让我觉得哇，很顺。就烧到那个痒处，这样就准备要到那个副歌，你给我转，结果就转另外一首，就对，可惜没听到，可是又很好听，又好听，对，说不出来那个鬼，对，说不定演唱会会因为你们这样微改一点东西，对哦，你们影响到了，有可能，我们的小柱哥真的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表现很，评价不错，对啊，表现真的很好，第一名了，没有，没有，第一名。也是
说都第一名啊！哦，对对对，前面的也都说第一名。啊，对啊，都第一名都第一名啊！对啊，对啊，大家都风格又不一样。我们刚刚看了三组，第三组了嘛，对吧？第三组了，完全风格都不一样。所以演艺圈里面本来就有不同的风格的歌手出现，没错，都第一名，是的，太棒了。谢谢两位的精彩表演，请您回座。谢谢你们，啊好，谢谢。哎，我今天在夜市哦、喔。你看夜场的，啊，谢谢。你当我什么主持秀场的，是不是啊？而且怪，毕竟都撞到，然后第二个还不要让人家直接往前面砸。好，哎，你们，我今天的期中考只是有出表演这样子这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No， 我们下一趴还有要考验大家的绝对音准跟拍子的感觉，好不好？马上进行我们的 Don't Be Late， 别落拍。按赞、订阅、铃铛开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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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头很晕。